哥们儿，OK 了啊。好，今天整点这个吃的。才吃饭。然后遇到好多开大车的朋友。哎，就是年轻小伙儿，对吧？嘿嘿嘿，这些大车。哥们，你们有没有那个救援那个哈属下那种啊？我们那个车的架子那个坏掉了。架子坏掉了，我看。啊、就是那个电焊机。我先看一下。啊。我电焊机有。有啊。嗯。然后我们这个货车路太烂了。啊。它颠了，脱焊。颠坏了，这些都是你们的车啊？对对对，这都是我们一起从西藏出来的。你们放空往回走呗。对对对，放空。啊。放了两千公里路了。啊，两千公里路。对。那就是我们用这个固定的，这么固定不太安全啊。对对对，是不是这个呀、啊？对对，就这个地方啊。那行，我给你焊上，没问题。设备有，我有电焊，没问题。啊，我去，没事，我去取电焊啊，我去取电焊。哎，有电焊，就这一个车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啊，行。我的牌照也掉了。牌照掉了。牌照也掉了，那个尾灯。我看看。尾灯也掉了。尾灯。在货箱里面，牌照直接掉下来了。啊，那用什么东西？电焊不行吧？就用铆枪行吗？铆枪，拉铆枪搞啊，拉铆枪。你看这个没在了，在哪块固定？这个它固定在这里的，然后尖掉了。啊，那我给你焊上不就行了吗？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行，先焊。好嘞，麻烦。啊，没事，你这省得扣分呢，要不？没有牌照，无牌，没对，没事了，是吧？就这两台车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行。那个有一台，那个我就不搞了。你这个不好，你这怎么了？能搞的嘛？哪块？那个水箱那个也是断掉了，也是断了。哪块？你不好弄了。这在里边断的是吧？里面弄了，里边不好弄。你这个没事。好嘞。你这好几个框架。好。啊，我去求电焊。媳妇儿。我先等一会儿吃饭吧哈，我先帮他们焊上，他那个坏了行吗？嗯。啊，咱们把这个工具拿出来了，朋友们，电焊机，哎，好久没用了，焊条有点反潮，但是还能用，没问题。拿电焊机，拿着咱那个正后电源、锤子还有铰模机，去帮他处理一下。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下衬了，需要这个胀紧带把它吊起来，然后再焊上，再往那边一点也可以。好，要不电焊烤着它了。那这个质量不拉，哎，上来了。敏婷装的，这就高度可以了吗？再拉一点啊。嗯，还能拉。可以了是吧？差不多。哎，不行，还到底你那个焊是不够了。嘿嘿。把它拉开。哎，就上来了，上了很多。差不多了，高点就扛不住啊，那高点吧。啊？哦，可以。然后呢，你用这种顶着它，往上焊。把这个拿上，这东西拿掉。嗯。啊？小主，水箱前面装了，然后楼上有这个酒瓶的把骨，他帮我扛了。只剩傲骨，世事造英雄，乱世铸沉浮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山高有行人，何宽路穿渡。磨难别低头，坎坷莫在乎。烈士英名留千古，往后。
手将向宁勇中呼，生意有何欢，死意有何苦，命运不公平，那就我做主，路就在脚下，干嘛要付出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天不公平，为何要臣服？船到自然直，绝无绝人路。这个松压看看吧，现在看能不能掉。现在不会掉了，就安全多了。之前用那个钢绳打着，但是它还是不安全。对呀、没有搞太稳。看看，别沉掉了，我这技术也不专业，这可以了，可以应急，已经很好了，可以应急用。太谢谢你了，不谢，没事。北达川，新镇北达川九影大哥他们帮我们哈哈拍照，还有水箱存在。看上了吗？看上了，这回电上了。电焊是多少？多少啊？还得是咱正号48伏全程顶电源系统是吧？对呀、好，相当接手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大哥。相当结实了，现在啊。不太掉了。OK。可以可以。在梅里雪山观景台上了。可以，这个绝对结实。颠的话，对。你帮着试试，你帮着试试。颠的话，再怎么颠吧，它不会掉哈。不带掉的。再怎么颠它不会掉。这回有牌驾驶了，要不无牌驾驶。你这焊的那个就是太多了，用不用打磨一下？需不需要？不用打磨哈。到时候买点自焚剂喷就行。OK 了。开始收摊。这个保险杆再帮我焊一下。哪个？还有一个地方是吧？反正已经拿出来了，都焊上看看，都给它焊上得了。哎呀呀呀，小心点啊！啊，里面这里。然后4个点，总共有4个点。啊，这开焊了。啊，开焊了。就用刚才那个剩下的那个帮你一下。行，你把那个够得着吧？线够得着吧？够着，够着，往线往那一扯，别焊进去。线往那边一拿就行了。好。我颜色啊。把这个放那边。我是老。那个电从底下可以扯过去，行，是吧？对，可以的。从那底下可以弄过去吗？不用绕那么远，是吧？嗨，他自己就弄过去了，看一下。这地方。哦，这开开了啊。没地去车了，大屁股接过来。你背多少公里？好。啊。
就那样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里，你别看啊。我看这个屏幕里面没事儿。你别火星崩到我的衣服上。贴不上去啊！他自己也钱不了呀。可以了吧？换一下，就那一个地方还，哦，这边也得焊了吧？这里。嗯。也裂了吗？嗯。反正已经捣鼓出来了，都焊上得了。哪个地方还需要弄就焊上得了。好。还有哪里？这个又裂了。好。啊，这也裂了。对。换一根吧，需要换。哎呦！可以了。啊，那个哦，对，那样更结实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焊是吧，哥们儿？是的，这样挡着它就。斜一个焊啊，对对对，两个焊点。打个斜。打一个斜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对。可以，哇，这更结实了啊！这样焊上，确保万无一失，这。焊完以后可结实。术业有专攻啊，还得是大霜啊。把三焊上。拿一个啊，哦，再拿一个呢。哎呀，嘿嘿，这小技术活干的啊！嗯。好。哦。哥们儿。OK 了啊。看一下，绝对结实现在。那你再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边，你点一下，好嘞。在那边。点一下吧。哎。把焊条。焊条我拿着，你去吧。你提了那个，去那边。这个绳子够用，不是这个电线。掉下来啊！这个胶掉了。哪个？这个胶。哦。不用那个，这个不用打斜拉。这个不用打斜拉吗？不用打。哦，那我过去那边。这回。打的，我看一下哪地方。这看什么？是呢。哦。他们那路，他们说下边那个路不好走。对呀。反正这个是，除了烂路也是长时间，不好颠簸弄，路不好。对，刚才呢就是这样的。对。别闪着你要求。没事，我不看。我高一个眼看。你别看就行了，你别看呀。我没事。两个点，三个点。哦。你这个崩到我身上了，把我的衣服烧的一个眼子一个眼子的。来吧。这回。一动不动那是。来搬一下试试，你看。啊。好。
相当稳当现在。OK 不 ？OK。相当稳当啊，可以可以。好。嗯、啊哦，再检查一下还有哪里？这里。还有一个地方。这里再来一下。这里，里面那个上坡头了。啊？里面那个上坡。你说这也太旱了。嘿嘿，是不是？这样帮一根焊一下就可以了。可以可以，好。哦，这个可。好。用这个长的吗？啊，对。行。拽过来能行，我给你弄。哎呀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哎，把那个焊条拿过来。好。焊条再拿过来。嗯、哦，我拿。那你去拿。咋样？这里好焊不？你钻不进去，主要哈。这里就在在外头。就是这一根哈，这个还是油箱是吧？哦，嗯，还是油箱的。没事吗？没事。油箱该该稳，这样这么来吧。不行吧？啊，上面你这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工资缸上来。嗯，看看。怎么那么焊？油箱小心啊。可。油箱没事吧？没事，油箱它盖子盖好。哦。来，焊条，我再钻进去啊、哦！钻进去吗？还要？钻不进去这个。有一点点。有点胖了你。没事。焊条对吧？焊条好，给。再来个好的。好的，给这个，这个好吗？整断了，嗯，我抬这个，好好了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太使命了，嗯，焊完这个，哎呦，小心，别的不，再来一句，找你们。OK OK。对，拍视频了。非常感谢这个行者北大川。行者北大川。你们是藏族吗？我们是汉族。汉族。啊，感谢跟我们救援。嗯，没事。然后这个都换掉了，全部。我们给你们收一下啊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举手之劳。没事，放这就行了。这是装在里面的吗？嗯，也不一会我他自己放，他自己放就行。嗯。哎，他们说什么你能听懂吗？啊，听不懂哈。他意思好像是说那个车。那么害怕。嗯。直接开下去了。哦。谁开的？你开的？啊。你这么狠。太牛了，我感觉这个。害不害怕呀？你们开着。这个吓死了，这个。这悬崖一看。哦，太惊悚了。给他们，你们一起站上会不会前面太重了？啊？你害怕？回忆站着。
你们敢吗？站在上面啊？不敢啊！你特意开？我都站了，站在车顶上去了。你上去过了？我刚才不上去了吗？啊，对你。我也上去了呀。他换帽子了。上去可以看看。这怎么不敢啊？这没事，谁想拍我给你拍。拍无人机啊？啊。好啊。上站着去，我给你拍。我走了，收拾一下吧。对，收拾一下。我去，大双，你救个援呀！你看你弄的乱七八糟，这咋回事啊？啊？你把这个拆下来干啥呀？你说把啊？你说这个呀？你别动。怎么了？这个我跟你说，你看你救个援，你啥玩意整的烂倒的？你不懂，媳妇儿。咱们这个吧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我直接杵到这上面，就是说它的峰值能达到7200瓦。如果单独分是不有刀闸吗？嗯，单独分开之前搁这上面吧。嗯，它这个功率就是220输出功率是2200瓦，带不动咱电焊机。但是我放到这儿，电焊机咱满负荷干，你没看后期咱电焊机很有劲吗？哦，就是直接把它杵这儿了。啊，因为咱刚才对，咱一般你别放，咱一般是不用电焊的，但是只要用电焊我就这么整。这么整就嘎嘎的，电焊嘎嘎有劲，啊、哦！这就是咱们这套，我非常满意啊、哦！咱们那个48伏正浩全场景电系统，嗯，不管是咱们居家生活呀，还是在这应急使用，动电焊没问题，嘎嘎的，我把它整回，拿不着了。反正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，哎、你也不需要懂，你不需要懂。哎，我也没必要懂，我也不懂修理，我也不懂电路。你看这回，你赶紧洗手吃饭吧，饭都凉透透的了。饭都凉透了，凉透了。好嘞，我先吃饭吧，我先洗手啊。